讲完，在将来的这样一个低成本商业化运载火箭可重复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下，它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应该说是对中国航天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也是填补了我们国家啊这样一个液氧甲烷火箭这个型谱的空白。我们的发动机曾经在我们湖州的试射台上啊单台工作七次，一共工作了2800秒，这时候的这个积碳仍然很轻微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它可能是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工作时间才需要去做一次大修，那它其实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讲还是很友好的。